不义，无不义，无不义。对，金哥现在越说越准。看一下，墙，墙壁的墙，不是吧？是墙壁的墙，是吗？是墙壁的墙，对吧？哇，不是，不是。Strong， 看，对，看，看 ，Strong。墙壁的墙，怎么样？我的墙，墙大的墙，看，看，是墙状的墙吗？墙壁的墙怎么念？墙，粤语跟普通话墙是一样，一样，但是跟墙就不同。墙状的墙，邓宇，是你好。我昨天一直在听你唱那个月半弯，一直在模仿你。忘不了他深情款款。这个日语也挺好听的，日语它那个，日语它是张口音。啊，对。全都是那个 vowel， 啊的音，啊都更高，比我还高一个二度。好假声，那纯假声。巴西什么来着？舒服哈，好巴西。哎，巴西，巴西，巴西。饭和面怎么说？饭和面。饭。饭。重庆是。成都话是吗？蛋炒饭。成都话是。对，面呢？面。面。面。炒饭。你听听，我想听重庆话蛋炒饭，我听听。蛋炒饭。蛋炒饭，蛋炒饭，蛋炒饭，蛋炒饭。成都话是蛋炒饭啊，蛋炒饭，蛋炒饭。但重庆话就比较硬，就很利落。蛋炒饭，有点像广东话，蛋就是也是蛋，就是音调有点不同。蛋炒饭，说得好。但我们有儿化音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。比如说，建哥，你这个是有的，叫李甲儿，李甲儿，嗯。你买那么点儿来，你买那串串。哦喂，对，好，对不起，我太胖了，建哥。不是他，我们太紧了。没有，是他太胖，不是我。他们两个太胖。我们两个太胖了。对啊。我们怎么了？但我们俩太胖了。对啊，太胖了。建哥觉得没有空间。嗯，什么空间？真是的。建哥，你现在需要空间了。不要跟对。建哥，你们学校里面就是搞音乐的多吗？之前大学的时候。我一入学，清华有十二支摇滚乐队，十二支摇滚乐队。那他们学习哪来有时间那个那乐队的？你有，学习好，要么学习特别好，要么像我这样学习特别差。真的假的？学习差，差就清华差。清华当时多做一些那种很迷幻的，要么很朋克的。很这么做这个？要么就是 Beatles 翻唱。哎呦，有些人技术很好，有些人还把巴赫的小提琴改提了曲成。耶呀呜啊！太早就鼓掌了，因为常常的电台都是来，然后突然间两秒以后来又唱，然后就没关系，抓不到那个尾差，就跟古典乐那个乐章之间鼓掌。我觉得安琪进步很大啊，安琪进步真大，唱的也好，高音也很准。哎，季季也是，都很好，都比第一期看放开了很多。其实嗓子很结实。不会，那我金哥，金哥，我有进步吗？金哥，你有进步。好勉强啊！你不退步就进步。